我们现在在耿马旁边就是泼水广场，马上我们就要冲进泼水广场了。当下就是我们人生最年轻的时刻，再不疯狂我们真的老了。人生须尽欢，冲啊！这咋和想象的不一样呢？到这先来个水宝，不过还挺好玩的，哈哈哈！哎呀妈呀，不知道被谁泼了，赶紧跑，来补充点弹药。准备好了，开始反击。太好玩了，打不过就加入，趁乱挑衅。咋还被盯上了呢？谁呀？到处送祝福，咱也送。我喷喷喷，打不过，还是先跑吧。完全没有还手之力。谁就是被祝福的人，所以就尽情的喷吧。我们现在接收到太多的祝福了，喝的水哇，透透的了。I don't wanna know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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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o's taking you home, home, home. 好，快，我开始了。Honey, baby, sing a song. 出发家和带路。白天泼水，晚上我们就要到这儿放体验水灯。刚才我买这个水灯的时候，它就是一盏灯。有了这个形式感之后，它似乎就多了一层含义。祝愿我们所有人都健康快乐。